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脚有问题啊，所以坐下来跟各位说几句话啊，请大家原谅一下。这个会了啊，这记者党协会是我当校长的时候开始创办的啊，就是1996年，就第一年我当校长没有多久，又的几年我就开始创办这个记者大党，也成为那时候的吴宗林主任，还有工学院长，还有现在的卢校长等他们的帮忙。还有今天的成果，同时更重要的有媒体《中华日报》张社长，以前的张社长跟今天的庄社长，他们继续不断的努力，跟我们协调，跟我们合作，还有今天的成果。另外，我们两位杰出的校友，还有汽车协会的会长等，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还有很大的消费者，每年都会一直在增加，就是消费者给我们的这个带给我们的更大的希望，让我们更有信心。我们感到非常感谢，是不是大家为着大家替自己能够有这么很好的成果，为自己鼓掌一下，我请大家鼓掌一下。来到今天，我当校长的时候是18年，到现在已经32年，这其中啊，32再减掉18年，这中间啊，经过两位校长的协助，他们也不断的努力啊，才有今天的成果，才有今天的成就，而且他们不断的增加摊位，增加人手，增加内容。才有这么精彩的演出啊！我非常感谢这两位校长的努力啊，尤其这个这一期啊，尤其这一期啊，因为我们校长都见习速度啊，这一期的卢校长的努力啊，更明显的突出了啊。说虽然是防疫，我们现在虽然是防疫的期间啊，但是。我们的摊位一共有550个摊位啊，去年是610个摊位，那前年是540个摊位，所以还比前年更好啊。也就是说，历年办汽车展以来，我们是第二好的一个成果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哦。因为大家都不怕这疫情，很喜欢来看这汽车的大展啊。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学校啊，主办这个一定要有这些主题啊，才能够让大家觉得非常愉快的回去啊。那我们今天来讲的2-3个主题啊，第一个就是英文通就是以英国伦敦啊为主的这个汽车来展览的啊，一共有宾利、奥斯顿马丁、迈达伦、劳斯莱斯这些汽车啊，尤其全球限量100辆。我们台湾只有5辆啊，而且5辆汽车其中有一辆你能够在南台看到，这不简单的事情啊！全台湾才5辆哦，啊，你也当看到是无简单的代志啊！所以今天请贵宾都是好好看一下啊！只要你愿意加入这个行业的话，更好啊！我们下一个更会多一辆啊！这个车价多少？说190万，就在我们前面了啊！你可以去看了，
那这个门口那边有十个久住的，久住的。但是他这个号码，有一个久住的，就代表这个兵力。他在1920年代跟1930年代比赛时候有很好的成绩，所以还是念念不忘。他用酒来代表他的杰出表演啊。这是 NN 轮轰啊，有100台里面，台湾有5台，其中有一样在我们这。